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线观》。从医院里面呢，各科在做些什么事情，大概就知道现在疾病的这个分布的一个状况，哪一些疾病啊是造成现代人困扰比较多的，大概就会很清楚。譬如说，举个例子啊，有神经外科一起在做，有神经内科在做，骨科在做，复健科在做，疼痛科在做，风湿免疫科在做，中医在做。哇，我随便讲一讲，就有七个科在做的事情是什么？腰酸背痛，腰酸背痛。我为什么会腰酸背痛？需要这么多科的医师，包括某些复健师，或者是各方面的一个治疗要合并在一起的一个理由，就是它其实是很复杂的，它牵涉到的，我们也许可能吃个药就会好，也许有可能，做复健就好，有时候还要动用到疼痛治疗，有时候还要动用到手术啊，所以怎么能让这些啊，我们提早去做一些预防，其实这蛮重要。譬如说，如果我们要养成这样的一个这个习惯呢，就是让腰酸的这个背痛这个东西啊，透过这些复健或者平常的一个姿势的一个改变，就有一些预防的效果。因为我们常常固定在不动的一个状况，如果能这样子，身体很简单的就是沿着我们的一个小腿，然后到地面上这样去做一个伸展的一个动作的时候，我们背部的一个肌肉它会被拉开，不要固定在某一个特定的一个姿势上面的时间太久的话，这个肌肉当然就比较不容易受伤，维持这样的一个几秒钟而已，再恢复，再做同样的一个动作。所以假如我们一天中或者是几个小时能够恢复做一下这样的一个动作的时候，这对脊椎的一个保养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不是说等到我们疼痛的时候，我们不舒服的时候才去寻求医疗上面的一个帮忙。平常自我健康的一个意识提高跟自我实践健康的努力啊，要把它提高啊，这个才能够预防将来疾病它的一个发生啊，这是非常重要。所以腰酸背痛啊，似乎是人类的这个必然的一个宿命啊，这是我们可以了解啊。但是啊，勉强一定不会腰酸背痛的地方就是这样子啊，没有地心引力，可以升空的时候啊，有地心引力，有这样腰椎一个要去负担的时候，这个当然局部它会造成一些神经的影响。但是如果没有地心引力，太空人他相对就比较不会腰酸背痛，因为没有神经可以压迫啊，它没有地心引力的那样的一个压力在，那这个当然不是太空啊，这画的是圣母升天的这个状况，在一个教堂，在帕尔马教堂的一个穹苍上面，就是上面的屋顶上面，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画作，来更能够凸显宗教啊，在慰藉这样的一个辛苦人生中达到的力量，总有一个可以仰望的地方啊！画着圣母升天，看着未来那样的一个光景的状况。这位画家叫做这个克雷吉欧啊，克雷吉欧，意大利16世纪初叶早期的这位画家。所以那时候当然宗教画为主啊，来去呈现这个社会中啊需要去仰望的一个地方啊。不过他也画了，那时候不是宗教画，大概就是画贵族啊。那贵族好，我们请大家看一下，这个显然是很有钱的这个淑女贵妇啊，从她的穿着打扮大概就可以了解。好，这个我们待会再请教大家，这个或者您从这里啊有没有办法猜出这是什么做什么事情的，她的职业是什么？贵妇还有什么职业？就在养尊处优就好，不是？这有她特定的这个意涵在那样的地方，不容易读出来。我们待会再跟大家报告。我们先从她上面这个地方来看起，你可以看到她眼睛啊，并不是你像想象中看一般看贵妇那样子，就是一板一眼，就是固定在某一个地方啊。她的眼睛有点飘动的一个感觉啊，
飘动的感觉，当然营养状况不错，脸颊很红啊。当时的一个法式啊，这个都是可以理解啊。这个穿的衣服啊，这个有它时代的一个背景啊，这是可以理解。背景也有它凸显这个主题的那样的一个衬托，这个我们都可以知道。比较特别，这个跟他的职业有关系啊，拿一个盘子。那所以那是阎门托钵吗？不是啊，那是显然是贵妇。怎么阎门托钵？不是，这个盘子有它特定的一个功能，待会再跟大家报告。那这个盘子上面，我们再稍微请大家看一下，这有字在这里，有这个希腊文字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啊。那这个就隐喻了这个主人翁的一个角色，他的职业是什么地方？我们先跟大家讲，他这个盘子要装什么东西啊？装药。装药，所以他在想这个是不是医师啊、药师啊？不是，他这个药专门来医什么？医这个伤痛、悲伤，所以悲伤啊、心情不好，在那个十六世纪啊，不用讲十六世纪，更早都肯定是有人就已经有的一个状况。那这个上面的这个盘子上面的文字啊，它其实是跟这样的一个事件是做呼应的。这个什么事件？就是荷马史诗里面的 这个这样的一个本身的这个被这个打了特洛伊战争以后要回家的一个路途中啊，那又受到这样的一个巨人，独眼的巨人来攻击他，他把独眼的巨人杀掉以后，这个独眼没有杀掉，就是让他受伤以后，这个独眼巨人跟他的爸爸求援，他爸爸是什么？海神波塞冬啊，所以波塞冬就让这个海啊不平静，然后这个风吹强风暴雨以外啊，这些人又听到这个女妖的声音啊，奥德赛。这个迷航的那个状况之下，你看这个女妖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啊，这个表达这个荷马把这样的一个《奥德赛》这个史诗啊写出来，所以刚刚讲的那个文字里面就有包括这些东西相互做一个回应啊，所以这个身份是什么？女诗人啊，很难想象啊，十六世纪啊，意大利那个地方啊，所以表示古代即使是古代，女性的一个在文学方面的一个地位还是让人家尊重的，古今都是这样子啊。这个李清照不是那么伟大的一个词人吗？让人家非常敬仰。好，这个他后刚刚那个青春永驻啊，但是相对年龄大也有他很辛苦的那一面了。大家可以看到这样80岁的一个女性啊，腰酸背痛，这个是肯定会感受得到，而且这个驼背啊，整个姿势啊，可以从这个脊椎骨的这个角度上看起来，就可以知道这个驼背的非常严重的一个状况。这个就是表示以前呢，可能是某一些骨折压迫，然后又没有处理，让它越来越往前倾的结果，最后变成整个脊椎被固定住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要解决它背痛的一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不是说我们把它神经压迫的地方就除掉就可以解决，还要想办法把这样错误的这个角度啊，要重新再矫正回来，才有可能把神经压迫的点给它拿掉。那要把它拿掉，这个切骨头、固定骨头，又会跟这个主动脉在腹部这个地方有密切的关系啊。所以这个骨科的医师、神经外科的医师啊，现在透过电脑导航的一个帮忙，知道位置在哪里，在那个位置以后，确定那个位置以后，再想办法可以把它切开，切开以后再把它拉直。回来的时候，这个角度就变成比较正常的一个这个角度，然后这个角度要去给它固定的时候，这又是不一样的一个切的一个位置啊，前面把它切开，后面给它固定的一个状况。那同样透过导航的一个方式的时候，再把那个骨钉啊再给它放上去。所以这现代的科技的一个跟技术的一个结合，以及我们对于它重要器官的一个了解啊，才能够避免去伤到神经也好，伤到刚刚讲大动脉也好啊，然后再把这个问题啊困难的那个角度再给它矫正成回来的这个状况啊，你可以看得到这样的原先的这个角度变成这样的一个状况，得到好的一个角度的一个改变，当然这个病人也就比较不会痛。那除了刚刚讲伸展的这个动作以外，预防腰酸背痛也有一个像这样子，一手往上，另外对侧脚往上，这样把背部的肌肉让它有多所活动的时候，也可以达到预防背痛的效果。
收看。